哇，你知道那种累了一天，然后走进来的感觉好像神仙一样，太爽了！这家酒店，而且它有那种香味，超香的，前排都有香味。我今天一定要洗头了，两天没洗，超油，好累哦。我们来开箱房间，中山温泉旅馆，看一下这个洗漱台是在中间的，然后下面有个冰箱。然后这边有全身镜、浴室、马桶，哇！这张床真的很爽，能从这里滚滚滚滚滚到这里，四个人睡都可以。我觉得这张床真的太牛了。后面还有阳台吗？呜呼！哇，超爽的！晚上在这里打游戏，哇，好热。晚上可以在这里打游戏，然后喝个小酒什么的。就是差没有温泉，如果在房间有温泉就更好了。温泉应该是在那边可以泡。好的房，好的，接下来今天的行程，拜。我好不舍得这家酒店啊，这床也太好睡了。大家早安，今天终于轮到我来拍摄早餐了，这是第一次吃早餐。好的，早餐，看看对面的，真夸张。你到底要吃多少？唯一一杯咖啡给你了，我没有了。带大家参观一下中山的新项目啊，就是翠亨新区。我们现在出发。然后那个。刚才给我们介绍的那个，那我们就坐大巴过去。然后呢，就行咗呢条叫做深中通道。您上了桥啊，大家啊，我们现在戴了安全帽上来这个地方，然后。看一下这里的规划，觉得还是挺壮观的啊！第一次能上桥，而且还是还没建好的桥，哇！那么首先就是欢迎各位老师，这就是深中通道，然后它那个地面啊，还有那个桥啊、栏杆、安全设施都还没有完全建好啊，所以大家都要佩戴安全帽。它是双向六车道，我们是双向八车道，还有港珠澳大桥它的。海底城管隧道它是钢筋混凝土城管隧道，对，还没通车的情况下，让我你好像参与了一份，对，我见证，见证了这么大的一个历史的时刻。未来以来，万有引力，今天我们在中山，冲啊！下一个站点。我们现在啊，在淳府博物馆，然后呢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只剩下老肖一个人在那里拍，不停的拍。他是这个很喜欢怀旧东西的人啊，歌都是听老歌，明明是一个80后，听的却是70、60年代的歌，然后他就不停的拍啊。我现在就，离大队很远了，可是看到他这样子，也觉得就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的兴趣。与众不同的那种，好饿哦！这叫做暗口人家哦，羊肉串，羊肉串放喺度，羊肉串几嚟得？煎堆啊！哇，咁大狗！为什么我的镜头里面永远都有一个大叔啊？下一站，参观故居，鸭仔串嘅朋友，好有诗意哦！孙中山纪念馆。去下一个城市江门的。好的，这是什么？蜡烛。蜡烛？这是果吧？巨类。瞓咗两个钟我有。跟住咧，唔得啦。点知？哎，明天终于结束行程，晚上可以回家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天的酒店叫做碧桂园翡翠湾凤凰酒店。这间酒店有点像度假村。好，
酒店房间有浴缸，它这个，哇，这个太大了吧，超大，哇，这是三人床啊，好像是那种亲子住的耶。然后这里还可以有阳台，打开，哇，好大，这里可以抽烟、喝茶、聊天，好热，我要开空调。它都是防蚊的耶，超大的床。也没了，也就这样吧。那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了。我现在要洗澡、卸妆，躺在床上吹空调，然后打游戏，然后睡觉啊，美好的一天。今天迟到了，赶紧。哇，好甜哦，都是。靠陪审。怎么样，老肖？很急，五分钟。他把我骂死了，赶紧过来吃早餐。我说我不想吃啊，就是逼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令人好大压力哦。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江门中微子实验，然后等一下会下去地下700米哦。我把头发都要收埋上去。啊，其实我刚睡醒，还有点懵的状态。我们叫这个青椒姐姐为我们介绍一下，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下地下700米去看江门的中微子实验室。这个是继大亚湾核电站之后，就是最大的，我们目前最先进的一个实验室。然后这个中微子对于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影响啊，整个通讯事业还有探测事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幽灵离子，因为它几乎不能被检测到，但是在一些这个核反应堆，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就一平方厘米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个。它可能在吸收能量，然后也在可以，它可以穿透整个，就是很多介质、很多物质，比如说它可以无差别的穿越一个地球去传通讯息。所以如果这个技术能够被合理的应用下来，对于我们通讯事业是一个颠覆性的影响。这是我在路上科普的，就这点知识了，不要问了。别人帮我做了功课好吗？路上学了半个小时了。哇，有个很大的洞，很深的洞，如果有幽闭恐惧症肯定会脚软，你知道吗？的很斜，下来的时候有个感觉是那种人体水平一失衡的感觉。爽吗？坐前面。是的。我们坐中间真的是哦，又紧又拍不到东西。就坐好这边，你好。我们到地下了，好开心的，天哪！我觉得这打光好好呀，比我们自己打光好看是吧？我们这个车10:30一趟，11:20一趟，所以你们待会儿自己看的。现在换了一套衣服，然后一直拍。哇，好凉啊里面，然后穿一件好像雨衣的东西。兴奋吗？开心吗？最兴奋。可以不要比这种姿势吗？这应该是消毒是吧？哇，吓死我了。是先将我哋呢啲细菌啊，同埋嗰啲尘啊消毒，所以点解要白色咧？白色系唔会带有细菌，好似医生嗰啲咧，咁医生嘅衣服点解要白色咧？因为细菌好难滋生喺白色嘅衫上面。OK， 然后还要穿鞋套哦，无尘状态。哇，里面这个空调真的很凉诶。哇，哇。探测器核心指标就是这个圆球体啦，哇，超壮观呢！哇，从这个位置看最圆了，好壮观哦！好害怕手机会掉下去哦，有点畏高。咁咧，我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嚟自澳门嘅新朋友啦。上次嗰几个我唔记得咗影，佢就走咗啦。小智是吧？系啊。咁有冇皮卡超噶？你哋团队？冇啊。冇。
我们现在来到自立村去参观这个碉楼。碉是碉堡的意思，就是打仗时候的碉堡，然后楼是居住的居民楼。带这个耳机听广播。我穿了啲红周围弹啊，成身都肿。上来了这个碉楼顶，不要皱眉头。来到这个赤坎旅游景点啊，现在要坐这个车，他说这个叫做当当车。好了，我们来逛一下这个传说中的拍摄景点啊！这个楼好复古啊，很多电影都是在这边拍的哦。过来影相打卡就最后一点啦，好睇呢度，好多电影都会喺呢度拍嘅。啊，看看我培养的第二个助手，以后就可以这样帮我拍视频，非常好。给老肖点个赞。其实我在上次的时候来过一次。出镜，入镜啊！你走开！哎呦，十月初五饼干。十月初五是形容菜心，就是菜心啊！我哋所食的蔬菜，相对嚟讲咧就比较甜，比较清爽。好不浪漫啊，这个人，他把这个十月初五的那种感觉一句话给达成了，累得要死，然后过来喝饮料，啊，咖啡试一下。我那个头，你的头都塌了，好可怜哦。先先干杯，祝你二三。干杯。没有露脸。哦，你在录视频啊？我在录视频。来到鹅城最后一站吃饭。行程圆满地结束了，认识了好多同行媒体人，最难忘是参观了地下实验室，感觉认识了不一样的大湾区，难得有机会这样走一走。特种兵式的采风团结束了，下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楼顶会不停的下。